底妆前底妆后。最近开学有学生党姐妹问我，明明和博主你一样的肤质，用一样的工具，为什么上出来的底妆 T 区卡很单薄还脱妆快。我大一刚开始化妆的时候其实有同样的疑惑，总结出来最最关键的其实还是手法。今天就把我的经验交给你们，让你们画出不卡粉巨持久的底妆。第一步，妆前护肤。很多姐妹说自己底妆搓泥，大部分原因是因为你妆前保湿过于厚重或者还没吸收完，所以妆前我们可以拿一张纸巾按压一下脸部，吸掉脸上多余的一些油脂。第二步，遮瑕。关于遮瑕是底妆前上还是底妆后上，之前教过你们一个口诀，片状遮瑕先遮后打底，不宜卡粉。痘痘雀斑先打底后遮，精准覆盖。按照这样的公式，我们先把脸上的黑眼圈泪沟遮一下，就拿 OO 这个遮瑕02和03两支就够。先拿比肤色深一号的02号色涂在黑眼圈发青的地方，然后用这种斜头刷拍开。这种滋润的质地你用来遮眼下完全不用担心卡纹，泪沟和法令纹的地方就用这个03号顺着凹陷处一笔画下去，然后再用刷子把它晕开，一定轻轻的拍，对比下两边效果超明显。然后第三步，我们来上底妆，用的是木笑星空气垫，我很喜欢它的肤感。气垫取完粉后，先在盖子上按压一下，把粉匀一下。第一下先按压在面中的位置，然后再向侧面慢慢拍开。上脸很水润，这个季节我这种大干皮用着超舒服，蘸一次的量差不多能用半张脸。眼周和鼻翼的位置先不要着急上，等其他地方拍打均匀后，再用余粉带过眼睛和鼻翼的位置轻轻按压，这样呢就可以避免它粉量太多出现卡粉或畸形。这样上完一层，如果肤色还是有点不均匀的话，就拿盖子上的余粉少量多次的叠加就行。上完非常贴肤细腻，妆感很高级。定妆部分想让你的底妆轻薄还持久，粉饼和定妆喷雾两个缺一不可。先拿这个香蕉粉饼，这个还是我朋友很早之前推荐给我的，这块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二款了。用这个腰质的粉扑蘸取，在手背上拍下余粉。妆水滴型的能很好的照顾一些细节的地方，我们先用尖的这头定下眼周和鼻翼，上脸真的一秒雾面，再用圆头大范围定一下其他部分就行。磨皮柔焦的效果很不错，不会厚重，还有点微微的提亮效果，出门补妆带着就很方便。再用定妆喷雾做收尾，依然是博瑞美的这个黑瓶子，一定要选含有沉默剂的定妆喷雾才能保证你一天的有效持妆。不管是 X 型还是类型，记住一定要喷满全脸。现在底妆上完就可以有一种你皮肤天生就是这么好的感觉，特别清透自然。手法工具都已经交给你们了，赶紧学起来吧。